皮拉加德，老大，听起来风险很高，所以我们不带其他人来，至少要等我们获得更多消息。签了合约就得办事，这种东西还多得很，你是要买还是要卖？需要组员就跟我说一声。史卡吉特，你要小心行事，人越少越好，前行的旋翼机别搞砸了，剩下的技工可以下班了，全心照领。遵命老大，请命令，卸货之后去跟工会代表领薪水，玩得开心点。哎，在这里，头摆低一点。哎，在找工作吗？风险越高，钱就越多。我只跟顶尖的人合作。生意兴隆。主人来了，躲到石头后面去。太棒了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现，机械钢城。机械钢城，那只是地精的传说而已。安静点。这个远征队当然应该让我来带领了，这么重要的事情得由我来才行。我的旋翼机恐怕没有你的位子了，你只好等吉拉来接你了。他根本不会派吉拉来接我们，对吧？当然不会。我只跟顶尖的人合作，风险越高，钱就越多。海岸线安全，我们去取得新科技吧。哥布林，快把机器破坏掉！杰克，那个大嘴巴交给我，我们会让他全说出来。把剩下的全都杀了。你是要买还是要卖？这种东西还多得很。技工，你们全都听到老大说的了，快点搞定这个地方。嘿，史卡吉特，有东西对着矮人造成严重伤害。批准危险津贴，眼睛睁大点，小心陷阱。你需要什么，陌生人？欢迎你有空再来。愿你一路顺风。我需要目标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
我需要目标。做得好，继续让液铁通过这个电极。遵命，史卡基德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我会让这电路稳定下来。看来这第二条线路会连接到中央的大机器。我会搞定的。你知道这些是做什么的吗？很难说。这些蓝图很先进，一半以上的内容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到的。我们有能量了，那个机器可以运转了。技工们干得好。嘿，在找工作吗？需要组员就跟我说一声。签了合约就得办事。这个地精科技对你来说太困难了，笨蛋。我有很多个外号，小地精，笨蛋可不是其中之一。好，我们来启动这个宝贝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地精兄弟姐妹们，无数个世代以来，血肉诅咒让我们成为被废弃的一族。但是，情况改变了。经过长久的努力，我们终于要变回泰坦造物最原始的完美设计了。所有符合资格的人都可以在机械钢城加入我，净化古神的腐化诅咒。上前来，接受创造之眼的审视，我们会共同恢复真正属于我们的血脉。侦测到不相容生命体，无价值目标，必须被消灭。看来情况不妙。史卡基特，快控制那个东西！我有个主意，把那个地精给我。哎，发光的家伙，看这里。好险，老大，看来被你搞定了。幸好我们保留了一个，现在我们有下一个地点的线索了。哈，总算没白费力气。你是要买还是要卖？生意兴隆。幸好你想到利用那个地精，老大，可惜了那些组员。把人寿保险金发给他们的家人，全额给付，不准降价。遵命，他们会很感激的。史卡吉特，我们会需要整组队员，工头、工程师、防卫人员还有工人，我们不能出任何差错。
交给我来办，老大。工会代表听到我们要加班，一定会不开心的。等每个人分酬劳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开心了。这次肯定可以好好捞一笔。嘿，在找工作吗？需要组员就跟我说一声。我们开始吧。别偷了，让我看看。好，祖达萨应该有我们需要的所有东西。很好，我只要最好的，多少钱都可以。怎么啦？如果你需要任何东西，想建造什么东西吗？好啦，反正我也说完了。嗯，你要什么？别当个陌生人。把那些补给品搬上潜水艇，动作快！瑞基特，我欠你一次，这艘船棒呆了。跟我说的一样吗？哼，我的手下随时都能开工。
我只跟顶尖的人合作，这种东西好，好戏要上、上海了。嗯，你要什么？眼睛。全体登船，华满号要准备起航了。签了合约就得办事。生意兴隆，黑色背包。这就是机械钢城，从上头看下去好像没什么嘛。别被地形给骗了，看看海岸边那些暴走的机器人。我们海岸边的机器人，来轰炸他们吧！耶！杰克炸烂他们。目标指定相当莽撞，但结果非常出色。潜在援军已抵达，我们必须通知王子。没错，告诉他加兹鲁维的济公来了，而且我们站在他这边。不管他是哪一边的。嘿，在找工作吗？需要组员就跟我说一声。跟我来，我们去查看那座城镇。这里需要另一把扳手。看来这些地精遇上大麻烦了，我得好好利用这个情况。我们当然愿意加入了，伊拉米王子，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。对，这也是我们来的原因，算我们一份。最好部落懂得帮助别人了，你们那个肥滋滋的贸易亲王根本不了解帮助的意思。王子别理他，我跟我的手下会帮你们的，只要告诉我们该做什么，我们就会搞定的。有你们的帮助，我们就能阻止我父亲的计划，拯救我的人民。欢迎加入秀川反抗军。没有人是完美的，适应、改善、克服。加兹鲁维、欧沃斯巴克，请跟我来。我必须声明，反抗军严禁内斗，你们不用成为朋友，但是必须互相合作，请遵守这个规定。你们或许已经发现了，秀山反抗军现在的人力有点吃紧。机械钢城的部队最近袭击我们，许多人被捕或面临更惨的下场。这不太合理，为什么机械钢国王要这样对他的人民？我的父亲曾经很有远见，但是现在他把自己变成了无情的机器，他会不择手段地达成他的目的。现在能阻止他的只剩下秀山反抗军了。请表明来意。维持效率。加兹鲁维、欧沃斯巴克，保卫天空，我们需要空中支援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
们需要额外的零件才能修理这部钻探机。撑住啊，帕斯卡 K1N 六型。好的，伊拉米王子，我会等你回来的。我说过王子会来救我们的，亲爱的兄弟，一次美妙的救援。当然，亲爱的姐妹，行吗？你总是对的。别管我，他们夺走了帕斯卡 KN 六型，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发明。帕斯卡，冷静点，我会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先回去你的工坊吧。反抗军屹立不摇。现在的状况有点混乱，我们需要你们的专业技能。只要有废料储能装置，再加点粗活，没什么是修不好的。要先找到目标。没有人是完美的。要修理这部钻探机，必须打开它的底部，把我们找回来的零件装上去。记得设定你的参数。开始挖掘。我衷心对事态的进展感到乐观。自由了。没错，帕斯卡 K1N 六型，请回到秀栓协助重建工作。反抗军很需要你。反抗军屹立不摇。这种事总是没完没了。
门损坏率过高，返回进行维修。这才是运用力学的最佳范例。维修栓和我汇合，我们要在机械钢城下一次进攻前重建。你考虑过进行更新吗？请表明来意，记得设定你的参数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对于我们改善和改变科技用途的能力感到十分骄傲，但是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的有机要素，例如我们的情感、记忆和个性。我父亲并不认同，他想把我们的人民全部都机械化。不管大家愿不愿意，安装更新的决定权应该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上，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的自主权。克里斯蒂，看来我们今天的成果不错。是的，长官，他们的科技一直在进步，我们几乎赶不上。这种机械化的程度，那里还可能有地精吗？我还没办法确认。机械钢国王已经成功转化了他们超过99%的肉体构造。我们会阻止他的，我们必须阻止他。大部分的反抗军仍然有家人和朋友在机械钢城。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，也为了他们。如果我的父亲成功了，那我们就会变成像那个墙上的机器了。他会抹灭我们的本质，我们不能让他得逞。唉，多谢你的协助，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反抗军屹立不摇，这种事总是没完没了。适应、改善、克服，没有人是完美的。维持效率，你考虑过进行更新吗？这种事总是没完没了。维持效率，在秀栓到处看看，熟悉一下反抗军。这座岛上每天都有新的进展。这块大地有许多危险，帮我们解决最急迫的威胁，建立安全的阵地。油门踩到底，全力以赴。启动辅助程序。进入待命模式。要不要换只新的机械手？
回收、整修、重复使用。我的用途是服务大众。希望你有愉快的一天。请说明来意。储存对话记录。请说明来意。结束交易。等待使用者输入。更新使用者界面。没有异常。记得更新我。这里有机械钢城最好的废弃物。系统正在处理，请为此机体与你的互动评分。进入闲置模式。
准备受死。说明你的来意。了解。现在没有目标。请照程序行事。意志力就是你最强大的武器，可安全通行。
开始进行互动。请输入讯息，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。这位使用者你好，最近进了一批新硬体设备，多谢你提供赞助。我还不能使用这件物品。我的用途是服务大众。终止工作阶段。我有很多幸运星，想要吗？愿你路途平顺。
跟咕噜魔的朋友有很多生意做。再会啦，咕噜魔的朋友。目标。
现在没有目标。需要什么协助吗？打斗测试部署。帮你调整一下嘛，马力全开，thank you.
察与回报。该来进行装检了。这个区域没有敌人，千万不要松懈。需要我做什么？记得更新我。说明你的来意，该来进行装检了，千万不要松懈。意志力就是你最强大的武器。
请照程序行事。打够，测试，部署。需要我做什么？可安全通行。需要什么协助吗？了解。没有异常。记得更新我。你刚刚说什么？记得好好保养。等待使用者输入。储存对话记录。要新品还是整修品？现代科技真是神奇。你讲话可以有条理一点吗？凡事总有办法解决。请说明来意。多谢你提供赞助。
要调整一下吗？油门踩到底，全力以赴。请说明来意。多谢你提供赞助。要不要换只新的机械手？回收、整修、重复使用。观察与回报。打造、测试、部署。需要再靠近一点。锈栓的敌人为数众多，但是幸好他们的数量已经减少了。谢谢你。区域没有敌人，该来进行装检了。
抱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记得好好保养。
看见你了，凡事总有办法解决。启动辅助程序，请说明来意。进入闲置模式。